要休息一下。好。热脚盘，我非常的咸，快点。整首其实应该都可以弹的吗？为什么？不是后面的曲子会就。那么现在呢，就请表演开始，请上台。说吧，你们是个是怎么回事？
的工具放在他身上。他那个顾问说，那你有没有把裤子从楼上拿下来呀？他的娱乐也说你没有放在肚子里面拍好。可我和我嫌我的身体当村长，你说这不算恐怖吗？哈哈哈，你们再去哪个不工作却跑来我家编个什么东西会说话？挖番薯的回去继续挖番薯，卖布的继续卖布，钓鱼的继续去钓鱼，洗澡的去给我把自己好好的洗干净。走吧走吧。哎，乱说一通，东西怎么可能会说？我觉得他们几个人编的故事还蛮有趣的。对呀，我们都会讲话呀。Thank you.
Happy birthday, everybody.